是三个零，把锁打开，然后左边的滑块不要松，调到你任意需要的密码，你自己认为需要的密码。然后比如说咱调到三个一，好，然后松开，你再锁上三个一，你任意调动一个，不是三个一就锁上了。需要调整的时候，你把它调到三个一打开，然后再重新调整就可以。